名專欄作家啦 ，fashion 作家 Inky Learn 嘅 ，Inky Learn 嘅街食物嚟噶。你今日嚟到巴黎嘅呢一間酒店做咩咧？我哋今日嚟巴黎嘅呢一間酒店咧，係嚟睇一個日本設計師嘅新嘅 collection。咁而今日咧，亦都係我第一日喺 Paris 嘅 Fashion Week。今日開始越嚟越多人啦，成員越嚟越多。同埋我都係要講一句説話，就係由我踏出咗巴黎嘅機場之後，成個巴黎都係陪襯住我嘅。我咧就最中意帶大家咧周圍去睇吃喝玩樂嘅，記住跟實我啦，我係 Wallace， 佢係 Inky Learn 嘅。呢個 ending 嚟㗎，唔係開場白嚟嘅咩？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你想要 ending 是什麼。那我現在好了， ending 就是呢，你看現在，你看多高級的人都不如我一個。你看那些人一直在喝 champagne， 喝什麼什麼什麼。為什麼你不影響我的？這個就是我們這次的 James 大會攝影師，然後那個大會就是這間酒店請回來的，你們信不信呢？